起唱歌跳舞吧。畅游一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Hello， 小朋友，我们已经是好朋友啦。如果还想认识新朋友，该怎么做呢？点头挥手说 Hello。 哈哈，你们回答得真棒啊，就是点头挥手说 Hello。Hello， 手牵手，大家都变成好朋友了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很开心就说 Hello。 认识一个新朋友，点头挥手说 Hello。 Hello。 认识两个新朋友，点头挥手说 Hello。认识三个新朋友，点头挥手说 Hello。 Hello。 认识四个新朋友，点头挥手说 Hello。 Hello。 大家一起手牵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大家一起手牵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生活习惯，上幼儿园喽！巧虎起床了，起来喽，自己穿衣服，嘿嘿，咦，呀，嘿嘿嘿，妈妈妈妈，今天我们要去参观幼儿园，对吗？对哦。哇！好多小朋友啊。你们好，我是小狗老师。哦，巧虎要打招呼哦。小狗老师好，我叫巧虎。巧虎会打招呼，真棒啊。你知道上幼儿园后要做些什么呢？幼儿园新生活，吃饭前洗洗手，上好厕所也洗洗手，大口大口地吃晚饭。睡午觉时不吵闹，老师说话认真听，大家都是乖宝宝，自己的事自己做。巧虎，这些事情你都会做了吗？嗯，我会。巧虎自己的事情会自己做哦。巧虎真棒，那老师给你介绍其他小朋友吧。小朋友们，这是巧虎。哦，你们好，我是巧虎。你好，我是琪琪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幼儿园新生活，新朋友有很多，还有温柔的好老师，大家能友好相处吗？做游戏时轮流玩，互相帮助不吵闹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友好相处最开心。幼儿园真是太开心了。嗯，巧虎，我们回家吧。嗯，妈妈妈妈，幼儿园真有趣儿，好想明天就上幼儿园呢。老师再见。巧虎再见。拜拜。
今天巧虎第一次到幼儿园参观。巧虎，你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玩得多开心呢。可是我全都不认识。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大哥哥对巧虎说。可是巧虎却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衣服。巧虎，没关系，和大家一起玩吧，妈妈会在旁边看着你的。巧虎和大哥哥手牵手来到怪兽图的前面。大家要一起贴出一幅怪兽图，巧虎，你要不要拿彩纸贴贴看呢？好。粘粘贴，粘粘贴，贴出一个大怪兽。老师唱着歌，大家一起贴彩纸，真好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一阵哭声。那个小朋友怎么哭了？巧虎走到他的身边说：这张彩纸给你。熊猫美美一边哭着一边看着巧虎。要不要一起玩？美美用力地点点头。美美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贴彩纸。哇，好棒的一只怪兽啊。粘粘贴，粘粘贴，贴好的怪兽。大家一起开心的呜、幼儿园里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，真快乐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吧。畅游二，瓢虫蜻蜓飞呀飞。嗨，巧虎，我们是美丽的瓢虫，跟我们一起来跳瓢虫舞吧。翅膀，红色身体黑点点，瓢虫瓢虫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飞呀飞。我们是可爱的蜻蜓，巧虎，小朋友，跟我们一起来跳蜻蜓舞吧。好。飞呀飞呀飞呀飞。长长的蜻蜓真可爱，蜻蜓蜻蜓飞呀飞，长长身体长翅膀，蜻蜓蜻蜓张开翅膀，长长身体长翅膀，蜻蜓蜻蜓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飞呀飞。小小世界，有趣的昆虫。哇，呵呵，夏天到了，去探险喽！让我们去寻找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吧。巧虎你好，我是小蝴蝶。小蝴蝶你好，我们一起去找吧。那我们一起出发吧。找啊找，找啊找，找到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蜜蜂。蜜蜂正在干什么呢？它们正在采花蜜呢。小蜜蜂真勤劳啊。啊，
什么？是蚂蚁呀。哦，蚂蚁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们蚂蚁喜欢搬东西，我们的力气很大，每天要搬很多好吃的东西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哇，这么多蚂蚁呀。呵呵，蚂蚁们总是一起找好吃的，蚂蚁可团结了。吼吼，蚂蚁们真厉害。乔虎，你看那边。哇，它有两对透明的翅膀啊，是什么呢？乔虎，这是蜻蜓，蜻蜓有两对又长又透明的翅膀哦。哈哈，蜻蜓的翅膀真特别呢。乔虎，快跟我来。哦。哇，好漂亮的地方啊。哎，看那里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让我去看看。哎呦。乔虎，这是瓢虫，你看瓢虫长得多美丽呀。哪里哪里，红色身体黑点点，哇，它爬得真快呀，张开翅膀飞了。拜拜。乔虎，我的伙伴来了，让我来给你介绍我们蝴蝶一家吧。我们蝴蝶有大大的翅膀，和蜜蜂一样，我们也喜欢在花朵上采蜜。哎，天怎么黑了呀？哎，哇，哦，这些是？乔虎，这是萤火虫，是会发光的虫哦。哦，这就是萤火虫，它的身后在发光呢。真漂亮啊。哇，大自然里有好多有趣的昆虫哦，我太喜欢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。拜拜。拜拜。童话故事，好吃的东西在哪里？妈妈，我要去找好吃的东西喽。农农高高兴兴地出发了，可是农农能行吗？毕竟这是农农第一次去外面。好吃的东西在哪里呢？农农在叶子底下找来找去，在石头周围转来转去。农农到处找啊找，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吃的东西。啊，一块大大的饼干。农农试着咬了一小口。饼干太好吃了，赶快把它搬回家吧。嘿呦嘿呦，农农咬着饼干使劲儿拉，可是饼干太重了，一动也不动。对了，应该把大家都叫来。饼干真香，好吃。大家都高兴极了。饼干太重了，我一个人搬不动，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帮忙。好的好的，大家一点一点来搬吧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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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终于到家了。农农在哪里呢？快点出来吧。我在这儿呢。农农，赶快去告诉妈妈吧。好。
农农你真棒，第一次出门就找到了这么好吃的饼干。农农开心极了。我会小心，小心陌生人。有人在家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妈妈的朋友。我来开门。危险！等一下！嘿，巧虎超人！宝宝，不认识的人敲门不能随便开哦。如果被陌生人带走，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这个时候要找大人来帮忙哦。陌生人来敲门，小朋友要小心。宝宝真乖，会叫妈妈过来开门，我去看看啊。嗯。你找谁啊？我找错了。哇哇哇哇！小朋友，保护自己，小心陌生人哦。Happy English,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.乔虎要和你在3到4岁快乐版中见面咯。快乐版中不但要学习社会礼仪，还要学习汉字和自己动手操作。下次的内容是乔虎和新朋友。乔虎上幼儿园了，在幼儿园里要注意安全呢。哦，颜色认知彩泥组，各种各样的彩泥和工具，快来动动你的小手吧。乐智小天地快乐版，乔虎和新朋友等着你哦。小朋友，这么多认知的内容你都会了吗？你想去上幼儿园吗？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